車真係想死。下午4:00，巴士准时。
架七零就會過海去數碼港，呢架就去荃灣，過海之後就。
近一個鐘。至少五十分鐘都唔少。
钟好了，现在是14分钟到 OK， 我们来好吧。條片就到呢度啦，多謝大家收睇巴士行車片段962X， 由湖景村湖碧樓去到中環嘅怡和大廈，咁啊條片就呢度完噶啦，而家坐巴士翻屋企，咁啊有機會再拍啦，下一次拍渡輪噶啦，就係、是、港九小輪由中環嘅四號碼頭去到南丫島榕樹灣碼頭，好，下一條片見啦，拜拜。